是巧伦。日本第一职人天洞呢，金子半支柱这次菜单全面大跃进，和台式超强的第一品牌炸鸡纪光香香鸡联名推出香香鸡天洞哦，台日双强的融合，让人家是非常的期待。那这次六大系列中呢，还推出了五大单支，是台湾独家单品。究竟这支菜单有哪些呢？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去里面看喽。香香鸡天洞选用的是带骨的鸡胸肉，再加上精选超大的无骨嫩鸡腿肉，炸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呈现皮脆肉肉多汁的绝佳口感。在淋上金子半支柱的最强秘传酱汁，每一口尝起来就是一个经典之作。炙烧鲑鱼冻选用的是等级最高的鲑鱼腹以及背肉，后切之后呢，刷上金子独门的酱汁再炙烧。炙烧完呢，鲑鱼会带点鲜嫩的色泽，还有油脂的焦香味。最后呢，再佐以紫苏叶包裹满满的鱼软，放进口中呢，就会有种亲子冻饭多层次的口感哦。